down. What? SD 零一小队，收到请回话，收到请回话 ，Over。SD 零一小队 ，SD 零一小队，我们已经按照指令到达待救地点，请求接应。看来我找对地方了。罗宁，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杀人的，快把枪收起来吧。还有人？你们多少人啊？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胡乱开枪。走吧。哦，原来是个年轻人。看起来你是个运气不错的小伙子。What？ 运气不错？老头，你是这么认为的？你，我喜欢自信的年轻人。先生，外面打起来了。不必着急，等一等吉安的消息。这才过瘾！哎，别乱，保持战斗队形。哎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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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再来，兔崽子！真他妈不靠谱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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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们这是弄吃饭的玩意儿，保持队形。行动这么慢，执念是无法实现的。再见。哎呀，翻他！Yes， 小家伙们终于到位了。全员守好战斗方向。马森，损失太多了，巨柱的电量坚持不了太久。收到，以战斗姿态依次撤退。我不玩了，回来不玩了，出击！不玩了，出击！我的妈呀！回家！哎呀！别救我！陈明，救我！救我！我电脑开机很慢的，别耽误你们时间了。肯定比丧尸快吧？否则。你早就死在门外了。喂，美女，初次见面就乱翻别人东西，是不是不太礼貌啊？检查过了，没什么可疑的东西。嗯？哎呀，这都什么人呢？安全手册。我猜，你是违反了第25条吧？是吗？我看看。是啊，后果很严重呢。嗯，有点意思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这东西不值钱，拿走也没用。年轻人，你的东西我们不会拿走，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暂时由我的侍卫保管。现在先委屈你一下，抱歉了。我说你们，生存守则第25条，切记人类远比丧尸危险。你觉得凭借这些准则，能违背命运的安排吗？我可没想过什么安排，我怎么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会先来啊？我能做的就是杜绝意外，见到明天。其实，明天和意外就是一场赌博，赌赢了。你就活，赌输了，你就死了。啊，看来你能活到现在，全靠赌徒信念呐。嗯。命运对你来说或许是场赌博，但对我来说，却只是选择。李章，快撤回来！很快就好了。不要再扯了，快撤！来呀，冲什么来呀？我可不怕你们。想他妈打我，你可耻！哎呦，错了，看你能扛多久。快撤！你就知道瞎嚷嚷。收！啊！桑杰先生，他们已经到了。你好。我们出发。我是不是也可以走了？对了。嗯。年轻人，你不能跟我们一起走。恐怕你得在这个地方多待一会儿。停战！已经来不及了。可是停战！老子可不想变得和你们一样难看。不好！这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小心！
桑吉先生，您还好吧？他受伤了，要你管？他被感染了。站那别动！不，你们听我说，我可以解释。嘿，兄弟，他想感染你们。你给我闭嘴！让开！让开出口！我没有被感染，我没有，带我走，求你们了，求你桑吉先生相信我。看来你的选择是拖累我们。我不是的，我没有被感染，带上我，带上我。对不住了，兄弟。你们为什么？咱们快走。不相信我，快走。为什么只相信你？他们又来了。叔叔在哪？知道。但愿这句话不是你的临终遗言。克明，别丢下我，我不想待在这里。别磨蹭了，抓紧时间，撤。阿三，那好像是死路。你说什么？前面好像是死路，怎么办？靠，直走。什么？你确定这不是你的临终遗言吗？我来开门，快，老头，独个子。老头，真是不安分。美女，你没事吧？废话真多。喂，好歹我也救了你们一命啊！赶紧出发。什么人啊，都是。他也被感染了，谁又来一个？快帮忙啊！老公桑吉，桑吉先生，快帮我！保护桑吉先生，出来，快啊！保护，保护桑吉先生。在哪儿啊，如今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 我好害怕呀！
车上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疯了！若姬的意识已经被丧尸袭击了，很快就会变异。清晰的不是，说不定可以恢复的。不可能，他意志力太弱，不可能恢复。我明白，但是你根本不明白。你是我唯一的兄弟，我不能让你有危险，绝对不能。喂，那小子，你在后面搞什么鬼呢？先等等。你动了什么呢？绝对不能在黑暗中前行。